세상에 멍설이 그 부정하게 커버린 걸칫거리 outsider 걸음걸이 옷차림 이어폰 넘어 playlist 음악까지 다 minor 넌 다르지 넓은 거기 可以啊 有种在拍全家福的感觉，眼睛瞪得像铜铃，好闪耀、哦！这不就坐是这吧？没错吧？呀，我现在来拆头了，快跟我的绿头说拜拜，跟他说再见了。我要染一个别的颜色，飞在隔壁正在进行当中。我现在已经染完了，这就是我现在的颜色。然后这次跟之前不一样的是，我是片接，所以会快很多。如果我是一根一根接的话，估计可能要到早上了，把它弄长了。到这儿，稻费还没弄完。他在洗头中，好久，2:49，我终于染完了。画个白一点的妆。看到星星吗？耶、yeah, ，就是那颗闪闪的星星。现在是零度，冷死了他。哎，哦，留了一个口。我刚看这上有个栅栏，我说是出不去了。越来越晚了，以前会起一个大早，现在大概就是睡到自然醒，然后化个妆再出门，就越来越轻松了。今天天气超级好，然后我穿了蛮厚实的，但是今天就是下面是麦凉粉，上面是蒸松糕。Hello， 大家，我现在已经到迪士尼啦！感觉这里跳宅舞好好看啊，这个景，但是应该不给录这边。Carry this way. They say that love won't die, and then I realize what will be will be.
tell me there are gonna be better days to see your face and feel your embrace。 这个猪怎么样？但是就是说这个东西带回去就只能带一次，也带不了。北哥的马，抢到那个小大的，是多小？多小的马？但凡跑快一点，都会坐这个。对，刘丽飞这匹大马。哦，我有大马。但是他的猪头骑了个大马。对。这是我的家，我回家了，好像个傻子。好的，好的。刘丽飞说今天没人跟他说生日快乐，于是费尽心机，然后猪头看不到，这看不到吗？看得到，比你贴耀眼多了。你贴这里完全看不到，只看到你的猪头。就会年卡跟生日就会有徽章啊，是的，就有贴纸送啊。对啊，请问我们现在去？这个是什么？就是这宝藏湾。Let's go！ 耶！卡卡卡！北哥小跑起来。开心哦。我们在排小矮人矿山车车车车车高飞刚刚吃完的那个爆米花放在了这儿，看你的小嘴。今天没有人跟着这只猪说生日快乐。太萌了！有一说一，这个天气玩这个真的好冷啊！飞买的玉米汁98，没关系，被我们碰到了。就是说把玉米汁拿过来，然后倒进这个杯子里面，它就是98，好贵的玉米汁啊！太好笑了吧？没有。哎呦，我的头怎么这么搞笑？嗨，大家，我现在去做皮肤管理了。我的头怎么这么像炸毛？听到跳跳糖的声音，
可爱啊。我点的是新年特调，所以上面有平安喜乐，叫做甜橘燕麦拿铁，就会有淡淡的橘子的味，还有燕麦，不会很甜。就算他把一整包跳跳糖倒进去，可能是我没有喝到吧，四舍五入等于感觉像没倒一样，就听到里面噼里啪啦的声音，就很像是过年了放鞭炮的感觉。新买的快递，还有这个盒子。现在我要消毒一下这个东西，怎么消毒来着？我忘了，好像是这样倒过来，还是放进去？好像哎是这样，嗯是这样。切成1厘米的厚度，厘米是多少？两克杯，所以我就拿了一个这个，3×7=21，250克的纯净水，是死量。Oh my god！ 其他三个还这么多。它快要冒泡泡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关火了，就是这样子的感觉。你们能看得出吗？能。我刚刚撒一些辣椒进去，真的很不错。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大概泡个一天左右，应该会更好吃。刚刚我试了一下，味道非常的棒。你忘れた思い出も愛も死んだ風のない。是我的宅女生活，我现在在看《悬孽差》。我刚刚喝完了两瓶柠檬苏打水，现在正在打开这个《宅女生活》奇更奇诈。刚刚看了《柯南》，忽然之间想看《悬孽差》，这是完结篇的第一集。被附身了吧，这个就是宅女的生活了，在房间里面戴着个眼镜素颜，然后穿着非常的舒适运动裤，喝着茶叶，吃着 party， 搞完之后我就差没下去跳楼。对，番茄乌梅，草莓乌梅，好能吃乌梅一女的，绝了。我们现在正在看暴躁姐的 vlog， 真不错。我在弄我妈给我买的花。Hello， 大家，现在是晚上5:30。今天打算做一个肉桂苹果茶，想做很久了，但是肉桂粉一直没有到。今天我们需要肉桂条、红茶、苹果、黄糖。这个是做的是薏仁，不知道什么区别。我记得我以前喝过，但我忘了。先我们要切苹果，放黄。肉桂会重一点的，就可以放这个。一般只能放一样，但如果想肉桂会重的话，就可以放多一点。放进去10秒、20秒就好了。就是我刚刚坐在那里喝那个苹果肉桂茶，喝到一半刷大众点评，突然之间看到，哎，设计拎起手机打电话，喂，有空位吗？他说有，那现在立马出发，就是这么简洁，就是这么明了。然后现在就永远的神，永远的神 ，yeah！ 现在我就出发过去了。看，这是我之前运动会训练的那一家店，但不知道今天老师在不在里面，我觉得应该不在。九九九！哇！
错。就你这个路骑啊，我跟你说哦，你粉丝看到得骂你。掉了。不知道是那个把的问题，还是我太久没碰了，一直往左下打吗？大家，现在是星期一的下午，因为疫情比较严重嘛，所以就不打算出门，每天宅在家里面。现在我在弄一个鞋盒，要先装这个。其实我很久没有装东西，动手能力有点退步。组装完之后，再将组合好的面板同时按压到凸点一号。人生滑铁卢。装反了，嗯，哦，そうですね，厉害。伤心竟然会装不来一个板儿，连电钻都会，我累了。哦，我知道了，装完了。感觉装了半个小时，大概是这样子感觉。真真，为什么床单上面会滚出这么多，就是说不清楚，但是看着它是不脏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卷出这么多，好恐怖。对了一些最近买到淘宝，然后打算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是我又买了新的床单，这个白色床单也用了一段时间了，从搬进来到现在其实中间已经换过一次了。春天快要来了，因为过完年回来差不多就春天了嘛，四个枕头，所以呢我就买了四个枕套，两个是带这种花边的，有两个是没有花边的，因为想说配套搭配嘛。床单也是格子的，下面床罩就这样蓝色收在里面，我喜欢那种你们知道吗，就是带皮筋的那种床罩一样的，就是这样箍住，这样子呢就不会跑来跑去，我就觉得蛮不错的。不是专门做那种桌布的，我只是买那种碎布，买两米多的，然后铺起来就刚好。这个是打算拿回去家里过年的时候铺在我那个桌子上的花边。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这样子的，这种大格子的花边打算放在这里，就是整体回来到时候的感觉就是偏春天一样，春暖花开的感觉。我之前在直播的时候有跟大家推荐过这个的沐浴露，它总共有四个味道，我买了他们家的润肤露，这是圣诞节特别版的，然后就是什么味道都有，然后我最喜欢的就是里面椰奶的那个味道，我觉得是最好闻的，滑滑的感觉就是不会很拔干，所以我还蛮喜欢这个的。有用那个维密的一个椰香的润肤露，因为它不是很贵嘛，所以我平时会涂的很多。那个我已经回购了三支了，都已经用完了，换一换不同的椰香味用一用，然后自己感受一下哪一个会比较好用。这个是我之前也有在韩国买过他们家的护手霜，这个好像是这种高质地的，就比较大盒一点。维密那个相比的话，这个可能会更润一点。这是我最近买到的一个卸妆的，挤出来之后放在脸上，哎，等个30秒左右，可以用清水洗，也不用去乳化，我觉得蛮好用的。这是我在美容院里面买的，就是而且是有那种淡淡的玫瑰味，还挺好闻的。买到了贺卡，我感觉这个很新年的感觉，然后就买了一张这个，因为他拿着咖啡，然后上面写的 Happy New Year， 然后就买了，因为想说啊，新的一年了，该换一换新的一些就是墙上的东西了，所以就买了一个新的。大家当时都在猜。想阿星到底买了哪一个，我就买了这两张图，就是我是单纯的只是觉得图片好看然后买的，因为那是那个作者自己手绘的图，我就觉得真的画的蛮不错的，它这个有含义的，你可以上那个公众号去查到底是大吉还是吉还是凶，去那个永璞的那个咖啡节里买那个入场的门票嘛，他就给我送了那种冻干的咖啡，因为平时永璞的咖啡我也有了，就想说试试这个新的，然后这是那个Snoopy 的形状，就只是形状不一样而已。还有就是我之前打算是上面买的一
一个春联嘛，你们记得吗？喜乐平安是福，但是我们广州人贴福都是倒过来，因为福到福到和气生财，好好吃饭，杀心要好好吃饭，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个。哇，好用心啊，快看，就是看细节，有被细节到，说实话。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牛牛的徽章，哦哦，这个满分，这个真的满分，太满分了，拉满拉满。我买了好多布啊，不知道为什么。像那个白色的布的话，吃饭就可能不太方便嘛，早餐就铺一块这个布在上面。我发现我是买布达人。这杯子，然后它这个形状我觉得很好，然后这放冰块，然后再倒一咖啡，就它那个分层我觉得应该会很好看。这个也是我在小红书上面看到有人推荐的口罩，然后它是比较粗一点线条的，也是说戴了显脸小的。就到时候戴一戴吧，然后给大家看看感受怎么样。然后它这有七个，是我买的一条裙子，我就不把它打开给大家看了，到时候放在这里。这是我跟娜姐就是跳宅舞要穿的，然后娜姐是白色的，我是黑色的，一丝丝的紧张，但是呢没关系，我觉得我应该还是能蛮好的消化掉它的。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就到此结束了，如果大家喜欢今天视频的话，请给我点赞投币收藏还有关注，如果你们关注我的 vlog 的话，那就快点关注我吧，这样子我下次更新的时候你就能收到提醒了。如果你喜欢阿星的话，也可以关注我的应援会317180384。那我们下期再见啦。今天录完宅舞就穿了这一套衣服，不知道觉得怎么样啊，如果觉得不好看的话放在心里就好了，如果好看的话请告诉我好看。好啦，拜拜，那么请期待一下我跟娜娜的宅舞吧。